外專上學院一向致力於為青年人提供專上的教育，希望這個專上教育也同時能夠成為一個專業的培訓，使到年輕的人將來他們讀完書出來能夠找到他們自己的專長，可以服務社會，最終我們希望能夠成為天主教聖方濟各大學。我们着眼于专业的培训，让青年人有一个发掘专长和一展所长的平台，创造成功的契机，让他们能够为社会作出超卓的贡献。明爱专上学院新校舍已经落成，建造费和开始运作费用估计高达港币8亿元。特区政府推出了新一轮的配对补助金计划，总额为港币5亿元。我们所筹得的首1200万元，每一蚊的捐款会获发一蚊的配对补助金，其余筹得的捐款每2蚊就会获发一蚊的配对补助金。我们现在正为申请配对补助金展开新一轮的募捐。我诚挚希望各位有心人士继续慷慨解囊，支持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在迈向天主教大学这个路上再迈进一大步。我衷心感谢你，我求主祝福你和你的家人，求主使到你们恩宠满溢，时常平安喜乐。多谢。Count on you， 靠你了。